这药就在这里头用。干啥去？干份活去。今天是几度？现在零度，报零下四度。零度，可不算冷。这几天老暖和，连七八天都零上，晚上零下。就出太阳了，开化了。左转。小学校现在都放假了。前面这是高中，也放假了。爱丁格高中。美国有个著名的喜剧演员金凯瑞就在这读过书。你不懂我所有故事，要不可伤口总是很残忍，劝你别做自信人。信松树那可白，那有松树吗？来看活了、那个大的，这个大的啊，这个大的，这死了啊、哦！但不是信，他讲我可以先提交报告，那个申请表我可以先提交，但是这你们公司可以出个就什么证明吗？或者说不是，我们就给你开始到这里，我们有要死的都有通告。对，所以反正意思说，我现在是我可以砍，但是要前提是我能证明说这是你要死，对，要死我家属。可能也给你报告了，不知道自己说不行，一定证明说了，对。咋说了？得申请哈。让麦克风怎么？右转。匝道。帽都关门了，这是个大商场 ，Mark Will Mall， 万锦的中心，商业中心呢。平时这院里车子停满满的，沃尔玛开的。穿了那条小街道，对，卖电脑的，这么多排队，又出什么新牌子了？然后进入弯道。这边是华人区。我先干活那网友，我先干活，到山东的网友来接我那边。这边唐帽子挺好看的。邓瑶在这买的，不要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一个同学在这买的，完了，后来就亏了20万，20万定金。然后去往第二出口。下了。我下去给他看点儿。没有没有，我是用门开，往里倒车库里。钥匙都放在这里边，我们来现在人不接触，这样自己把预钥匙取出来，把车库门打开。我再给放这里头看。有密码啊？对。这是车库啊，搁这拎出来，还是大门开的？大门开的。哎呦，一股味儿了，有味儿了。
这篮球网是不是扔不扔的不知道。这玩意扔不扔啊？一会儿问问他吧，都装完再说。这几个黑蛋是哈？对。那桶也是啊，那桶不是不能往垃圾场扔吧？人不收五块。这打滑反复上了好几次都滑了下去，这下边有冰。哎呀我看了你别动，这一块不缺一点不少，能不能我随便四分钟帮你粘来，但是料衣服不缺，正好这都有，我看着。行，哦，整完了。整完了。这一点没接触。真假的，这是正。石材厂，卖材料的。最大石材厂是？意大利人开的。到他们家，老远了，都是一家地盘的。这资本家。站了，把刚才垃圾扔掉。弄，他问啥玩意儿？他问是不是房顶的屋顶瓦片儿？